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王秋心怡，好久不见。耶、yeah. yeah. ！就像无花香自身，万头圣诞值得等，春去秋来快一轮，终于见到大活人。万万21岁零9个月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你的什么粉丝出轨？出轨？出轨粉丝？嗯、哦，听不见，大声点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也就这么大声了。我知道我看到他了，所以我谢谢。所以你们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段跳舞是跳到这边的，我那一抬头想然后我全程的表情，我不知道导播有没有贴进去，反正我全程表情特别的狗血，所以大家还是很感谢亲爱的弟弟， I love you。 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？谢谢谢谢，你不是我弟，谢谢。同志，谢谢你。看到你弟的表情，全是这种。我弟比我还高冷。真是高冷。What？ 再说一遍。可不是。没有，可不是嘛，跟我一娘胎出来的呢。啊！说得好，我喜欢这句话。谢谢大家。然后其实今天跳错还真的挺不好意思。这个其实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跳后面的位置，至少还能瞄一瞄。站到前面真的，哎，瞄不到。非常优秀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你就是很久没回来，就是还没那么适应，多来几次就好了。所以我多来几次就好了。所以我应该要就是再提前几天回来，多准备一点的，对吧？然后可惜我时间也是真的不够，然后我怕如果再拖下去，可能到明年的生日两个生日一起办了。然后对，然后我想说的先这样，然后让洛洛